我不小心看到了女领导的。我去，这女谁呀？长得漂亮。哎，主席。哎，组长，怎么了？来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位是我们公司新领导白总。啊，白总好。你就是秦宇。对。一级年龄倒数第二，完美的 B 台的开始。你很厉害啊！我没有，我就是你就是个废物。今天下班之前把本周的工作都完成，做好了再下班。可是我这，消息刚上市。Later， 头下边就剩我了。不行，求白总放人吧，白总。当我看到女领导那啥之后，小金啊，想啥了？这块啊，没啥，文件呢？啊，金宇，啊，白总，过来。白总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孤男寡女的。昨天办公室，我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。下班来找我。不是，白总，我这。好吧，秦哥，以后有事一句话。秦哥，以后多多关照。秦哥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。昨天你和班长在办公室，你俩着急。女领导带我到办公室后，说白总，我其实没想这件事到此为止，我是有任务要交给你。啊，什么任务啊？这不是马上要跨年了吗？我想让你负责年会。白总，我哪会理解？我就是一条咸鱼，我这……我知道你是条咸鱼，所以我让你布置年会会场。布置会场？对啊，但是不能占用上班时间，每天下班之后晚走一个小时，直到年会结束之后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为了给咸鱼找点事。不是，白总，我今天晚上真有事儿，我新租的房子，晚上房东过来。所以呢？这跟房东第一次见面，迟到不好吧？哦，关我什么事？出去。能炒俩菜，哎，来了，白总，怎么是你？会场这么快就布置完了？没，白总，你为什么来这儿了？我的房子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发现女领导是我房东之后，都是你做的？是啊。是，那不经常一个人独居吗？独居，没有女朋友。啊，给你去谈恋爱的机会怎么样？跟谁呀？跟我。啥玩意儿？不行不行，你把我想成什么了？我可不是随便男人啊。我想象不到，做我男朋友只要一次。啊？元旦我妈妈要见我男朋友，我带你去见家长。被领导带回家见家长之后，白总，你真要陪你去啊？不然还是算了吧。你怕什么呀？这么小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我这不是怕露馅儿，给你添麻烦吗？那待会儿上楼你就少说话。好。妈，我回来了，回来啦！一天就知道往外跑，不常回来看一看。工作忙嘛？工作忙，是不是有别的呀？哪有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我男朋友秦宇，叫我小秦就行。阿姨好。小秦在哪工作呀？啊，阿姨，我跟白总在一个公司。白总。假装女领导的男友差点露馅。你们认识多长时间呢？对，我跟小秦以前是商业上的合作伙伴，他叫我白总，叫习惯了。对对对。啊，赶紧进屋吧，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。哎，好，谢谢阿姨。哎，好，谢谢阿姨。Later， 白宝贝儿，你家洗手间在哪儿？宝贝儿，我都听见了，你在那儿呢。哎，好，谢谢阿姨。你们认识多久了？阿姨，那个媳妇儿，我渴了，就我拿杯水去呗。你叫谁呢？叫你呢。不然叫我呀。啊，你们是这么认识的啊？对。你们聊什么呢？聊你呢，聊你小时候的光荣历史。你不一天毛愣的，除了小琴谁要你？没事，媳妇儿你啥样我都稀罕你，放心吧。
妈。哎，群你够怪，好，咱们找事单独说。哎，好。你能不能不要再搞事情了？我没呀，你不能叫你白总，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叫啥。晶，我叫白晶晶。我暴露了和女领导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晶哥，啊，快快点吃饭去啊！啊，走吧。啊，白总。不是白总，犯什么错了？你要开除我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要开除你？那、哎、你为什么给我个饭盒啊？你这不是暗示我去要饭吗？我只是觉得你做饭挺好吃的，明天开始我的午饭你负责，做好的给我带公司。不是凭什么呀？我是来上班的，不是来给你做饭的，没有权利要求这么多。你别拉我，别拉我。我跟你说，打工我也有打工人的尊严，你可以看不起我，但是你不能。我每个月都给你加600块钱钱补。不能。嗯、白总，明天想吃什么呀？大部分都会。那就来上次去你家吃的土豆丝吧。好嘞，没问题，宝贝儿。女领导被人跟踪，要不要救她？哎呀，秦哥，早啊！什么鬼？秦哥，我可是你的人，别忘了这事儿啊！去去去！啊！多亏弟弟开的非法小店，我带媳妇儿入戏，头上饿死了。嘿嘿嘿嘿嘿！这。恭喜啊，升职了。哥，你进啥职了？啥时候升职了？上周啊，刚升职成老板娘了，全公司人都知道。你可拉倒吧，你瞅我这眼睛。哎呀，啥亲吧啥爱，可能白总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呢。听说上周您怎么？哎，白总，把你扫一个月的地都管住，你别让破嘴吃。不是，白总，我这从今天开始，楼上的卫生间。别呀，白总。终于下班了，哎，说白总，不能遇上，我晦气，这什么情况？女领导竟然主动要求跟我回家，这什么情况？宝贝儿，等久了吧？你干嘛？放手！嘘，别出声。你疯了吗你？别说话，后边有人在跟着你，别回头。宝贝儿，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去。好。送这位女士回家。好的。秦宇，你能不能陪陪我？啊？我现在也不敢回家了，我不知道那些人会跟到什么时候。那我带你去酒店。酒店也不安全吧？那咋整？要不去你家怎么样？